机会呢？得罪你，但你别再让他敢告我了。你死我的头发都乱了。我告诉你，我高文蔚的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我今天就不理智，怎么了？你给我让开！你不让我提亲就能走。不能，韩卫对不起你。我天哪！救命啊！啊，你快救他了！一定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。那怎么又是你啊？肖亮他人呢？肖总没跟你说吗？他临时有事，所以又是我。我说好要对你们好。等一下，没有看到我喝醉了吗？一会儿开车送我回家。刚文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你的老板。让你过来，你就过来吧。云，高文，高文，你说我影响到你的生活了？刚才又不让我对别人摆 pose。真不会。啊，这种话自己讲也真的。你看到我喝醉酒的样子，唰的一下，就迷上我了吧？放心吧，我对你这种清纯的人不会有邪念。但比起别人说我清纯，我更喜欢别人说我是直男。我说的清纯是你的身材，谁跟你讨论智慧？我证明你这人口是心非有的扯。保你怎么了？保你算轻的，你给我安静点。是我不让你。哇塞，干嘛？你再骂我试试。你说我脑残，我就不放手；你说我是强盗，我就不放你下来；你说我不要脸，我就要脸。你干什么？而且，行，我不骂你了，行吗？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知道的事情，那你必须先为我做一件事情。听我，我是你的神。你干嘛？你坏了狗胆，拍到你干嘛？我爱上了。谢谢你，还顺带的关心了我一下。对，我就是顺带来关心你一下而已，千万别误会啊。这都是什么情况？莫名其妙的，老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看我，天哪！哦，醒醒，快点，脸都红了，快点醒醒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开车了？宝贝，全毁了！我跟你说，全毁了！我要开始培养魔法本宫。啊，刚好是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心脏。